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和小猪佩奇一起玩汪汪队立大功积木玩具。我们今天要拼装的是谁呢？看看包装上面的介绍。我们今天要拼装的是阿奇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阿奇呢是德国牧羊犬，他是一位超级特工。旁边呢有小灰灰的图案，还有毛毛。这里还有汪汪队立大功的六只狗狗。这是阿奇的组装说明。这是六只狗狗积木，一共有六款，是属于那天天的、阿奇、毛毛。哦，这是灰灰，红色的是毛毛、小丽、鹿马。这里有队长莱德，还有汪汪队立大功的六只狗狗。这是汪汪队立大功的全家福，是所有成员。这是队长莱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拆出积木。这里有一张卡片，是队长莱德和他的六只狗狗。这是阿奇，我们接下来就拼装阿奇。把包包拆开，取出积木，开始组装阿奇。这是阿奇的头，组装他的身体。阿奇的身上带了一个徽章，每只狗狗的徽章都是不同的。组装好了腿，再组装胳膊。是另一边的胳膊，不要装反喽。再组装另一只胳膊。这是他的手，组装另一只手。站在这块大积木上面，好啦，这个阿奇站立的姿势，这个积木就组装好了。这是阿奇站立的姿势，现在把积木取下来，我们再给它变成一个趴下的姿势。阿奇有一把大机关枪，把机关枪插进积木里面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积木，装上这块小积木。这块积木呢是用来装骨头的，把骨头装进去，把它的腿这块积木呢给弯曲，弯曲好了，组装上它身上的装备。装备组装好了，再连接阿奇的身体。把他的头拆下来，他的头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孔。现在换后面这个圆形的孔插进去。哇，胳膊掉了。再重新组装一下。
好啦，现在让阿奇站在这个大块的汪汪队立大功这块积木上面。哇，掉了，再装上。好啦，这个阿奇趴下的姿势就组装好了，两种姿势我们都组装好了。好，给包装上对比一下，看看是一样的姿势哦，是个趴下的姿势，是不是一模一样呢？这款积木呢，我们就组装成功了。这两种姿势的积木呢，我们全都组装对了。这是绿马，绿马刚刚呢是一个站立的姿势，我们也给它变个形，给它变成趴下的姿势。需要几块积木，这是它身上的装备积木。把他的手枪从手里面取下来，装进他身上的装备里面。这是他背上的装备这块积木，这是骨头，装上骨头。哇，手枪掉了。装上骨头，按进去，再组装手枪。把他的装备放下来，把他的腿变弯曲。把他的头呢插进后面的孔里面。把身上的装备装进他的身体，连接他的身体。好了，这个趴下的姿势我们就组装好了，现在可以站在这一块大的汪汪队立大功的积木上面。哇，这个是鹿马趴下的姿势，我们就组装成功了。和包装上面对比一下，是一样的，只是他的手臂没有放下来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拆封的是阿奇，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频道，拜拜。